大家好，出茶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据荷兰电讯报记者韦尔乃伊的报道，云迪芬已经同热刺就个人条款达成一致了。据悉，沃尔夫斯堡后卫云迪芬已经同意了热刺提出的个人条款，双方同意签约到2028年。云迪芬在热刺将会拿到多倍他在沃尔夫斯堡取得的薪水。而利维的加入就是双方达成一致的关键了。但目前热刺和沃尔夫斯堡还未就转会费达成一致，狼堡希望拿到4000万欧元。该记者表示，云迪芬的转会费预计将会是3500万欧元左右。而镜报记者克洛斯表示，热刺接近以3000万英镑的价格签入云迪芬，转会费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。中意呢条片嘅话咧，就记得俾 like， 同埋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再 share 埋俾你啲朋友仔睇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